大家好，我是罗索·罗伦佐，卡西纳弗雷塔酒庄的主人。感谢您选择我们的皮里诺碧昂科白葡萄酒，此酒选用 100% 的霞多丽葡萄酿造，都是我们从最好的葡萄园甄选而来。我建议此酒的最佳饮用温度为15摄氏度。选取一个小号的郁金香型高脚杯，在开瓶后直接饮用。此酒呈现出金黄色，并反射出淡淡的绿色。我可以闻到薄荷、菠萝、杏和桃子的香气。我建议搭配海鲜、贝类、鱼肉或白肉一起享用。谢谢。